来点芝麻，再来点葱花。哎呀，对，这个皮皮试一下，这皮皮香一点。 二妹，我钓到个鱼了，快点来我弄弄嘞！钓到个鲤鱼。你想俺爹钓鱼不拿家伙？我想提起来，但是害怕就提断，帮我拿走。哟，起来！我是这一个鱼还够慌了两个人的。滚一下就好。乌鸦嘴。好，进来。好。 朋友们，我们钓到条鲤鱼，这条鲤鱼可能有一斤吧，我们会给做糖醋鱼，刚好合适得很。晓得。我们把这个鱼来处理干净哈，做糖醋鱼我感觉有点小了不？啊，晓得不？小了，你就不钓了。那个早上那个橘子钓得多点，我没要，我只有大一点嘛，用来吃了噻。 等下不够吃，不够吃嘛，我们两个就不吃噻，就让娃儿吃噻。我们鱼刀划一下哈，给下刀，划到骨头那儿，来割两下。我们再腌制一下哈，来点葱花儿、盐巴、料酒，给它抓匀，洗个澡。10分钟以后就要得了哈。锅里来油哈。 我们把鱼都来炸一下，够不够？不够。够喽，这油都浪费了。这个鱼上面哈，再给它撒点面粉。好，再给它挂上这个浆糊。再把鱼放下来，炸定型。 炸香了哈，我们漏起来，放在这个盘盘里面，刚刚合适。锅里放入番茄酱，这个啊，放入白糖，1勺，再来点白糖，要甜一点，小娃喜欢吃甜的，2勺，3勺，好，再来点白醋、盐巴，哥哥，好，味精。 好，再加点芡粉，多少芡？淋在上面来哈。来点芝麻，再来点葱花。试一下这个鱼。嗯。这个是我们自己鱼塘里面的鱼，知不知道？好吃吧？哎呀，对。这个皮皮试一下，这皮皮香一点。 燕儿，这个鱼头我们给你妈妈吃好不好？这个鱼头香的不得了。好，我吃鱼头。好。这个好货。我这个馒头还得这馒头的。这个你知道难不难用吗？不知道。这个鱼全是骨头，一点都不好吃。有这个皮很香的，很脆。来，这边翻一下尾巴，那么尾巴燕儿尾巴。谢谢。